爸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睡啊？这样会着凉的。来，盖上。不接电话，爸，你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哎呀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打给夏风。爸，稍等一下。喂，夏风。什么事？夏风，我爸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我爸他现在昏迷不醒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打给冬雨，冬雨不接；我打给姑妈，姑妈也不接。我不知道我自己现在该怎么弄了。你打120了没有？打了，打了，我打了。是这样，解开他的领口，保持呼吸道畅通，不要移动他。我马上就赶过来啊，别着急。好，爸，我现在帮你解开领口，爸。透一透气就好了。爸，我是丽丽，您听得懂我说话吗？爸，你一直是我非常尊敬、非常崇拜的人，虽然您和妈妈是丁克一族，本来不想要孩子的，可是你们后来还是收了我。您总说你们丁克了八年都白丁了。小的时候，一直以为您不喜欢我，因为您太严格，我又好调皮，我觉得这个家规矩好多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可是那一次在海洋公园，我走丢了。然后你们找到我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着急的样子。那
当时宁儿话没说，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我才知道你是爱我的妈妈。可是后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变得好叛逆，我不听您的话，我惹您伤心，惹您生气。爸，爸，我错了。爸，如果我是说如果您到了那边见到了我妈妈，你一定要告诉她，我非常非常爱她。我经常在夜里梦见她。爸，要是有能有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不这么任性，我一定好好孝敬你，好好爱你。我肯定不跟你顶嘴了，爸。你醒醒吧，你醒过来吧。爸，医生，爸。